傻啦？79块，不找多一点人来看，怎么划得来啊？我跟你说，山上你们两个人呢，一共就有10个人，一个人呢不用8块钱就可以看到一部奥斯卡好片，怎么样？你老婆我很厉害，精打细算吧。影音平台拍摄网红剧，戏中老婆大人为了节省开销、省钱开大绝，让家人看电影不用跑到电影院人挤人，在家里看一部奥斯卡强片只要79元，让大伙儿看好看满。79，老婆为了省便宜，把一家老小都叫来客厅欣赏电影。这让老公好傻眼，但其实防疫期间要是前往电影院人挤人，那才真是惊呆了。吓死我了！老婆，老婆，我们来看这个。干什么？大白天的，你不要想有没有的哦。演员生动表演，把影片弄得逗趣又活泼，但把镜头转回拍摄现场 ，NG 镜头却是笑料不断。开始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很 luck 惨的，老公状况外，赶紧回神，再试一次。哎，老婆，我们好久没有看电影了。讲错了。看来要当一名演员真的是很不简单，我们还是在家好好看戏就好，不只省钱，还能享受天伦之乐。防疫期间乖乖待在家里，降低可怕感染风险。屏东新闻蔡孟俊采访报道。